来，有请我们的，对，你坐前面吧，你是导演。导演和女孩坐前面。OK， 好，我们戏中导演一起坐。OK， 大家看到了电影，现在我们电影《扬名立万》的其中的五位主创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抖音电影的直播间了。接下来有请五位先和我们的抖音电影的朋友打个招呼吧，先从我们的导演开始。抖音电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导演刘星子墨。欢迎子墨导演，来，于老师。抖音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里扮演导演的于文泰。好，两位导演啊，现在是戏里戏外的两位导演在我们的正前方。接下来后面一排的三位，来，谁先来？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浩宇。反正总之就是大家好了，嘿。欢迎浩宇老师，来，我们的尹正也跟大家问个好吧。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尹正。对，哎，尹正要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的角色。我在《扬名立万》里面饰演编剧李家辉。嗯，好。Hello， 大家好，没错，是我。大家，我在我们戏里边演梦蝶。OK， 好的，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已经非常期待我们扬名立万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有很多的朋友第一时间看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部影片，我相信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的演员也是收获到了很多大家的声音啊，对于我们电影喜爱的声音。想先请我们的子墨导演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怎样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紧张，但是还是开心很多。对，就毕竟第一次呈现在给大家面前嘛，对，但是看到大家有挺好的评价，就感觉很开心，感觉努力啊什么没有白费吧。嗯，好，今天能够听到大家认可的声音，我觉得是对于我们电影，对于我们导演来说最大的肯定了。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因为今天是竖屏直播，因为我们这个扬名立万的这个大家庭人数众多哈，我们将会分为两轮，所以说稍后呢，我们的老秦哈，我们的秦霄贤，还有本玉，还有陈明浩，陈明浩老师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其实他们也在我们的现场，就在五位主创的面前。老秦，你要不要先出个声儿？吃好，来露一下。真的，我们没吃饭，咱俩吃饭吧。先吃着，先吃着。今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其实这一次，我觉得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吸引我们这部影片的是我们的子墨导演云集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实力派演员加盟到我们这部影片当中。所以说，请子墨导演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是这个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把这些人聚集到您的这个电影处女作当中？你觉得他们身上的什么特点吸引着你？下跪，求来的是吗？一步一步跪出来，跪出来的。对，我觉得肯定就是我们的肯定希望是一定是会演戏嘛，一定是首先那个是得是真正会演戏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一个群像戏。你如果中间哪一个角其实塌掉了，我们这栋楼其实没法建成。嗯，所以，但是我们中间有的是根据每个人的这种，角色的特点，其实有一些喜感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第二者就应该是能理解我们的一些喜剧的一些方式的才是。完，我们就根据这个，完再加上，努力写好剧本，完是用这个来打动这些好演员。嗯。我相信于文泰老师应该被这个剧本，被这个导演这个角色所打动了吧？对，他打动我特别直接，就是来我家楼下跟我喝咖啡的时候，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让我来演这个导演啊？是什么样子的导演啊？他说就是那个很胖的那种，就这个有几个原型哈。对对对对。哎，我说我不胖啊。他说是，原来以为你胖。我说那你现在还想让我演吗？他说还是让你演。就是我看这个导演不嫌弃，然后呢，就是也很坦率和直白，再加上剧本特别好，后来真的就来了剧组，我发现给我的衣服和鞋都打了个四五码，码好几号，真的是留给胖子的，但是他没嫌弃我，好，我觉得除了贵，哭诉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直白吧，就是他能够把他对导演的这期待告诉你，但如果你现在不是这样的，他也不嫌弃你。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笼络人心的一种能量。嗯，好，那其实我也知道，好像浩宇老师应该是跟我们所有的主创有的之前就认识了，但是合作是不是都是第一次？不是啊，对，都合作过吧？啊，跟好
好兄弟，我们也是。我入行拍的第一部戏就是跟浩宇哥。我入行的第一部电影《十全九美》。天哪，你看浩宇老师见证了那么多人的第一次，还见证了子墨导演第一次当导演，对，见证了韩寒导演第一次当监制。文泰老师呢？文泰老师是我师哥，我们俩见证的更神奇，我们俩还没有拍戏的时候，我们是在校园里互相见证。对，那会儿这是我们学校的学霸，嗯，学霸很厉害。所以说，您觉得这次第一次跟子墨导演合作下来，给您带来的感受呢？我觉得就除了前面说的真诚贵，然后诉哭诉之外，我老提贵的，还是很坚持传出来的，真的，坚持自己的那个，而且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东西，而且很坚持。嗯，还是这个板儿特别好。我说这个算剧透吗？就是我们有一场戏，不能说内容吧，不能说内容，不要剧透。哦，就是每一个人的那种内心深处的那个小伤口都被无情的撕开了一个过程。哦，在我们这个戏里面，这个血淋大地的是，蛮有意思的。嗯，可以说那场戏能封神了，每个人都能封神了。对。OK。而且就是大家都有戏，别来看啊，见你连喜。所以说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尹正就说是导演跪来的。所以说你那角色是跪来的吗？没有啊，其实我个人演这个戏的欲望是很强烈的，我还很害怕他把我换掉。对，但是我说这个导演，我当时是跟，因为其实导演是一个二次元宅男。嗯，我们两个更多那天聊的是在电影创作上面的少年气，因为之前不是一路人就不干一路事儿嘛。嗯，然后之前看了这个剧本之后，我就像其他老师一样特别喜欢这个故事，然后在咖啡厅里面聊了一下午的动漫，然后莫名其妙就被定下来了。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导演定人很草率。走后门不是不可能啊。至于下跪的问题，就是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是我见过唯一一个现场给演员奖记跪着讲的。嗯，那就纪录片里面都拍对拍下来了。嗯，到时大家可以在我们官斗上留意一下哈。半跪。半跪，没全跪，双膝，这强行解释一波啊！首先你半跪跪多了以后，你就是全跪更舒服一点。对，慢慢的就放下来了。好，那接下来就是再问一下我们的佳佳了，就全剧对这个说的根本不是实话，我就为了导演帅来的。哦，被导演的颜值，说实话，啊。然后我是第一天，就是第一次见导演，我们在一个咖啡厅，都是咖啡厅。导演，你是不是那咖啡厅你开的？那咖啡厅好贵一点啊。阳光明媚的下午，一道光洒在导演的身上，导演穿了一个。就觉得哇，这个导演很臭美哦。该溜了。有品味。这个导演很有品味哦。然后我就觉得剧本啊什么我已经不用探讨了，就跟导演探讨一下，这我一看他穿的这么好看，他审美一定是特别好的，就果不其然我们探讨了一下这个苏梦蝶的造型上面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什么都没管，就漂亮就好了。嗯，漂亮我就来了。对，这个衣品很有品味，证明拍出来的东西肯定也是好看的。事实后面我们证明，你看我们的海报的选择，我们其实每个人的人物造型，我们这个戏的审美真的是非常在线的。那佳佳子墨导演在片场还那么精致吗？真拍起来的时候，大概我觉得好像我在现场没有见导演穿过一样的衣服。那么多天，今天也穿得很好看。每一次看他，好像我没有见过子墨穿一样的衣服。怎么做到五十多天每天换一套衣服的？就是服装频发这个事儿，不能身穿。对，可能就是我们的组的服装师每天要多给导演备一套。偷一套。OK 哈，好，其实今天呢，我们还将会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邀请到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抖音的这个一些达人，对一些对于影视作品非常有鉴赏能力的达人，将会有一些问题代表大家和我们的主创们互动。稍后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做一个连线哈，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主创们说一声，还是拜托大家，我知道大家非常辛苦。一会儿说话的声音还是要再大一点，对，再大一点声哈。好，我们现在就是小苹果。哎呦，天哪！真的，我的妈呀！好，一会儿我们试着也来邀请一下哈。哇。
对，哎，所以说整个在创在拍戏过程当中，导演的性格是个，他是那种大大声的，还是那种，叶老师的小声的，就是他在我们耳边讲戏，啊、我们不认真一点都听不见，小声到底听不见啊。他会发脾气吗？他脾气可好了，你就想把蛋吃了。我脾气可好了，我都不会发火，也不会大声讲话。对，我不知道哎。有吗？我们就邀请一下。哦，抖音都是没有麦的是吗？就不是，就是得对着靠机器喊。全靠。不知道啊，没有那种在通讯基本靠。有吧？应该。我今天看人家好像有。啊，没有那种，没有吗？不是，今天没有。哦，今天。今天没有。今天没有。说出口，OK 啊，好。其实今天我们还跑了好多厅，跑了好多厅，听到了很多朋友对于这部电影的这个认可。所以说，于老师，你有没有听到哪一个朋友他的一些分享，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是这两天，其实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有朋友在豆瓣上说了，是花生一片，嗯。嗯然后呢？花生不是花生，夸夸夸夸声一片。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们就喜欢听好话，而且你们满足了我们，我们很感激。所以我们要多送出一些电影票。对，多送出。待会再说链接的事儿。对对对对感觉声音大，整个人性格都变了。活着。嗯，真的，这是真心的感谢，真心的感谢。嗯，好，没事儿。这样，我这边也会有达人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也代表他们先来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尝试跟他们链接一下。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会特别的感兴趣，这次子墨导演他身份非常啊来了来了，哎呦，雷神老师，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要给我们主创一个手机啊，啊。没关系，我们能听见。好，有了，来，时间，大家好，对，大家好，来，雷神老师，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主创们互动起来吧。成，好的，我呢，这个抖音的 ID 叫编剧雷神，我就是抖音上一个讲电影的博主，希望能够推荐一下这部《扬名立万》。然后这部片呢，有一个现在对所有的观众来说还没看到片嘛，所以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请各位？主演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这个角色，算是给大家揭开这个神秘面纱的一角，好不好？嗯，一个词。哎，一个词，从尹正同学开始，好不好？从尹正同学开始，大声点啊！一个词，一个词啊，叠词啊，一个词，一个词，哦，一个词，嗯，叠词，轴轴。倔强，倔强啊，倔强啊，好好好啊，嗯，哎，这是第一个关键词，这个浩宇老师，嗯，后浪，佳佳老师呢？家人，动人，老师负责美丽对吧？一个漂亮，也不知道漂亮，当然倔强后浪，好，漂亮，嗯，然后于老师，哎，于老师，太难了，跟大家说，每个角色真的用一个词形容太难了。迷茫，迷茫，迷茫。OK， 嗯，哎，把这个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把这个词记下来，然后拿着这四个词到电影院一一的去对，发现全不是看一下子。问一下这个子墨导演吧，好不好？嗯，子墨导演，我想问一下，您和这个本玉柯达都参与了剧本的这个编剧工作，然后这里面呢又是个创作剧本的环境。这里面是不是一个特意安排的戏中戏中戏啊？是不是？对，对，好，就是戏中戏中戏戏，
我觉得我们真的吗？把对方都带的非常吃力。这位一下子把我本来后面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用很长时间解答，一下子把他给解答明白了，他朋友们也不用拘着了。因为一开始去电影院看，我们创造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平时其实开剧本会就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个东西还原给大家看，能听见？就是整个这个环境，直接把这个环境还原给大家看。对对对，那太好。在民国。哎，就是很多朋友其实都特别想见见大家真正在做剧本创作时候是什么状态，那这部片就能让粉丝朋友们大饱眼福了，赶紧去看去啊。那我这儿有一些粉丝，大家能不能对大概也是200万粉丝吧，那朋友们能不能主创们跟他们号召一下，让他们去看一下好不好？好，那因为节省时间，您觉得您让谁号召一下？啊，那这样，那我就请浩宇老师号召一下好吗？浩宇老师号召一下粉丝。对对，坐在正中间浩宇老师。咱们多少钱来着？那个一会儿抢票啊，一毛钱抢19.9的，还给大家送10块钱。别管了，对，那话一上就一毛钱，这买不了10块，买不了10块，买不好这样看看咋的不行啊？来吧，朋友们。早说呀，我先抢点儿，跟一毛钱。对，一毛钱抢19.9啊。哎呀，我首先恭喜各位影片上映，同时在这里要祝各位扬名立万，票房大卖，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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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谢谢，谢谢编剧雷神老师跟我们在这儿宣传啊，也拜托您可以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谢谢。好，没问题。有点费嗓子哈。OK。还有一位，还有一位，还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小霞来，对，小霞来了，对，也跟小霞来了，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交流。朋友，请控制一下啊！其实现在真的宣传挺不容易的，是吧？嗯，所以说袁泰老师在包括佳佳宣传这《爱情公寓》，包括你演的之前的一些作品的时候，不像现在那么累吧？宣传环境很重要。那时候麦克风好像比现在好点。我发现这个直播间大男生，人家一直在保持很温柔。他离得近啊。一会儿我们还，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喊老秦啊，别着急，别着急，老秦下一波啊，老秦下一波。我说第一场这么亢奋的。好，来了吧，是吧？好，欢迎我们的小霞来了啊，来抓紧时间，我们来互动起来吧。Hello，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Hello， 男生啊，哎呀，我现在可能声音可能有点大小了，我也是晚期的，大小，对，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小霞来了的霞叔，然后想首先啊，就跟所有我们的主创说，祝我们的扬名立万，票房大卖，掌声送给所有主创，谢谢。哎，其实在就是今天采访之前，我们也问了我们很多粉丝啊，就是扬名立万这片子大家期待嘛，然后有粉丝给我们的话是这么说，他说这部电影其实是特别神奇的，是因为是具有了元宇宙概念的电影，你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就特别神奇，当时我懵了，我说为什么还有元宇宙概念的这个感觉，他说因为是一群拍电影的朋友聚在一个电影里面然后再拍电影，就是元宇宙的概念，很神奇，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这部电影，特别棒。是的是的，然后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粉丝哈，都说这部电影还有一个期待的原因是它像一杯拿铁一样，就是又有悬疑的元素又有搞笑的元素，加起来就是咖啡加奶，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希望所有的粉丝都可以看这部电影。嗯，然后今天对我前面就是一顿海夸是不是，但是这是真的，是我们的粉丝给我们的评论哦，嗯，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这部电影了。然后谢谢。然后有朋友说了，就是说，就是在我们之前看一些资料嘛，就是说尹正跟老秦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都交流台词，有这事儿吗？有。真的吗？天哪！他的上厕所时间应该很长吧？霞哥。是这样的啊，由于我们这届离人有点远，啊、所以呢，今天都一直嘱咐我们，让我们说话大点声。是，我跟那我现在听得清，您再大点声。
我跟老秦在那个茅房里边研究戏这个事儿是真的，然后这个事儿主要就是证明了老秦是一个特别认真的演员，因为他第一次接触到电影这个东西，然后他就一个字儿好，然后他就特别纠结，他好了好几遍之后都没过，最后一次过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好在哪儿，然后他就很纠结，然后我们俩在厕所里边研究了半天，然后就份冲着这份精神，我觉得就大家可以去继续的去支持他。结果最后咱们把这个一定的一定的对老秦关键是啊，最重要的是就这个好字儿，这场戏最后被导演剪掉了啊，因为不应该在就这么费心还被剪掉了吗？天哪，真的是。哎，还有最关键的是啊，这个这次啊，这个我们的杨浩宇老师哈、啊、杨浩宇老师这个说为了这部戏哈、啊、一直不停的在学习跳舞，而且把老师的动作都录下来，一遍一遍的练，是吗？杨浩宇老师，哦，对，我太使劲了，我咔咔的这个学了十来天吧，完了跳的没有尹正好，哎，对，就是这么个情况。杨老师还是有很多小心思在里边，什么跳舞的时候，啊，我下了很多那种特别好的小表情，表情很对，是吗？逗上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没有。浩宇老师现在能站起来给我们跳一段吗？浩宇老师，那因为他导演他是就是前面也说了嘛。浩宇老师能跳站起来给我们跳一段吗？浩宇老师，要让你跳，能站起来给我们跳一段吗？我录吧。不是你们吃饭了没有？有没有在吃东西啊？别一会儿恶心着你们了。没关系，我们顶得住，我们顶得住。想去跳可以，买了票我跳。你不买票我在这儿跳，对吧？对对对对对，一定得买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还能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毛钱。OK， 谢谢。想看跳舞就得先买电影票，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所以说霞哥，你最后还有什么话要祝福我们的电影吗？来，啊，最后。还是要说就是希望电影大卖吧，让我们想也问所有的主创一个问题，如果说哈想跟我们所有我们小霞来了的粉丝们推荐这部电影的话，我们每人说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不好？每人说两个字的理由。上一波就两个字，这边有对对对对，再来一波，再来一波，对，这次是理由，看我们扬名立万的理由是吧，理由两个字、啊、两个字，每人两个字。嗯，没谁想好了谁就说。买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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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OK， 来，就是温暖，还有吗？温暖。嗯，导演说温暖。嗯，哎，这个很厉害。嗯，我这部电影在前面看了所有的预告之后，我没有想到导演给出的是温暖两个字。嗯，可能当中有另外的卖点啊，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嗯，是不是？哦，理解的太温暖。对，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太漂亮。OK， 来，哎。那尹正呢？啪啪，这能播吗？什么？啪啪是什么？三个字。啪啪是什么？你这个在我们电影解说里是要被逼掉的，你知道吗？准确吗？准确，准的。啪啪，下面两个字是什么？掌声。打脸。哦啊。那袁泰老师呢？袁泰老师，打脸，惊讶，惊讶，嗯，惊讶，对，佳佳呢？最后，浩宇老师，佳佳已经说过了，佳佳说了买它，买它，说过了，阿佳说的对，浩宇老师买它，两个字，两个字，值得，值得，哇，谢谢 ，OK， 掌声送给所有的主创团队啊，也希望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在小霞来了的直播当中也会继续帮我们的扬名立万多做宣传的，好不好？也希望各位老师票房大卖，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霞哥，谢谢霞哥。 OK， 好，好嘞，好嘞，好了，好，刚才呢我们已经和老师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连线，其实我们五位主创也给大家输出了很多的关键词，很多的看点哈，希望大家在11月11号然后就走进影院来支持我们的扬名立万。其实这一次吸引我们的一大看点呢，也是我们各位老师非常出色对于角色的表现。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特别为五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游戏环节，考验大家的默契和
演技，好不好？稍后呢，我们会给到一个词，会给一个词，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举着这个词的啊，就要不就导演吧，好不好？另外的两位老师猜，两位老师演。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不用，导演您就坐，您先收好，对，您先收好。所以说我们四位主创先来决定一下谁猜，哪两位老师猜，哪两位老师演。哎呀，猜和演，黑白配呗。手心手背儿，手心手背儿。这么高科技的一个高科技的方法。输赢演，哎呀，这好难啊。嗯，哎，先分了再说吧。啊，那就这个嘛，就是石头剪子布嘛。好，输的那一波就来演嘛。好，好，好吧，就这么简单吧。好，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好，出来一位，然后三位再比，三位再来，石头剪刀布。好，那就是我们俩最后一下。不是，那就是佳佳和于老师一组，对，然后就是尹正和浩宇老师一组。我输了，他输了，这样就两分出波了嘛。佳佳跟那个，对啊，他输了呀，所以我要跟他最后来一下呀。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吧？对对对，没错没错，两个猜，两个演啊。不，好吧，好，我俩演是吧？谁来谁演？我跟浩宇。好，那现在有请子好，现在有请那个。子墨导演站到第二排的中间，没问题。对，然后谁来演来着？刚才说是浩宇啊，那我们俩怎么位置呢？您二位站到那个子墨导演的这个两边，对，我们坐着，您对，您就站到对站到边上，不能看，不能看，对，不能看。来，有请佳佳跟尹正到，对，不能看啊，不能看。然后让子墨导演给我们的给两位老师看，给观看直播的朋友看。你们俩要猜的不能看。好，来，我们俩同时要演吗？对，同时演，演这一个。哦，这简单吧？好了，看了。哎，我们就玩一轮是吧？玩一轮是几个词？那边是两个都给老师看吧，看演哪个？你们演哪个？这个好。啊，这个好。这太难了吧？演这个吧，好不好？难点才好玩嘛。好，来，可以了，可以转过来了，可以了，接下来。不能够说出这个词的这个字儿，不说字儿哈，对对对，就行了吧？对对对对对，好，来说其他的东西吗？也不能说，就完靠全靠演。好，好吧，全靠演，不能说话是吧？对，不能说话，问答也不能什么。对，你们就猜就好了，好不好？那我开始演了是吧？对，现在于老师跟浩宇老师一块演，同时演，同时三个字儿。浩宇老师有补充吗？第一个字儿，看电影。看电影不能合作，这是第二个字了是吧？哦，于凯雷老师。哎，什么？我们同时演了两个，你知道吧？于艾雷老师。对了。哦，于艾雷。我啥也没说，那就是你，然后呢？猜的是第一个，对，他猜的是第一个。尹正，我们这个效率，有网友刚才有人，刚才有网友说你偷题，因为第一个词是看电影。知不知道什么叫天选？好，完成了。哦，谢谢，厉害。其实真的，如果大家看过我们的电影之后，就会觉得我们两位老师表演的是多么的准确了。但是于艾雷老师那个也是非常厉害的，那场戏哇，简直是太有内容了那场戏。OK，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把福利送给大家，好不好？马上把福利送给大家。来，我们哎要有一个手机的，好，要有一个手机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直播画面的右下角，大家看到了吗？我们的这个。现在点进去就可以，一会儿就可以抢票了。我们有请我们的五位老师给我们来一个倒计时，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抢票，好吗？数几下呀？我不是福利是吧？对，福利。我们五个三二一上福利，好不好？来，好，5、4、3、2、1，上福利，上福利。OK， 大家一会儿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右下角，然后呢，我们先抢这个一毛钱，享19.9的这个购票权益，这个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是，对，已经开启了，大家看到了，已经开始了。能
能送多少张？朋友们，没有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一共有3000张，每轮有。每轮有3000张啊，每个都有3000张，但给大家来说一下。灯光昏，现在有安全感，有人陪你，座椅舒服，座椅舒服。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无论你抢到什么样的福利，都是用在11月11号到11月14号，就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买票了，买这4天的票。然后呢，如果你抢到的是19.9块的购票权益的话，是50块钱以下的票都可以用这张券。然后这4天，然后呢，如果你抢到10块钱的那个立减券的话呢，就是这4天当中任何场次你购票，票价都可以立减10块钱。这就是扬眉立万今天送给大家的福利，抢起来，抢起来，抢起来！下面的想看也要帮我们点一点啊，想看那个按钮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OK， 大家抓紧时间抢票。OK， 那好，第一趴我们就到这里，让大家先抢着，接下来马上。抢光了啊！抢光了，哦、没有了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还是你们有钱啊！啊，对，下面的想看啊，抢票的同时，下面的想看也要帮我们来点一点，谢谢。OK， 那接下来呢，马上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主创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好不好？来，欢迎，来，来来来靠你了，交接班了。上来了，来，有请我们的张本玉，欢迎。来吧，老师，来自呼和浩特的张本玉。对啊。好，还有我们的柯达，来，身上带着三个社恐啊。好，还有我们的，对，陈明浩老师，还有我们的老秦。我们前面就咋都坐后边了呢？前面坐两个，后边坐两个。小心！知道起来！我这不是跟第二场不好干吗？老秦坐前面吧。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迎来了我们电影《扬眉立万》的主创的第二波代表。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创们先和大家打个招呼，也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电影《扬眉立万》当中的角色吧，好吧？来，先从我们的后边第二排本玉老师开始吧。我叫张本玉，在《扬眉立万》里演齐乐山。好，欢迎来柯达。我叫柯达，我演那个陈小达。好，来，接下来我们的陈明浩老师。大家好，我是陈明浩，我演的是陆子野。欢迎，来，最后我们的老秦。大家好，我是秦霄贤，我演的是海兆峰，大海。好，欢迎我们的四位主创啊，其实这边呢有一些问题要送给我们的几位主创，然后让他们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其实，在几位的片中的角色啊，据我所知，有一个共性，好像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秘密哈、啊，都有一些秘密的人，而且秘密好像都不太一样，出发点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先请，陈明浩老师，您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陆子野老板他身上的秘密？嗯，在不剧透的情况下，不太能介绍。一点都不能吗？他当时那戏里也是没敢说太多，嗯，张嘴就剧透这个啊，对。但是好像是您把这个角儿攒起来的吧，对吧？这个是可以说的，我觉得。对，就对，攒了一个角儿，攒了个角儿，就像名字一样，录的也非常的野哈。对。OK， 那老秦呢？第一次演戏，就要在心中。藏一个秘密啊，大海就要把他的秘密藏住，是不是挑战也挺大的？第一次演戏，大家也挺关心你的感受的。我的感受嘛，就是感受哈，感受就挺感受的，反正什么玩意儿，就我也没想出来呢，这什么玩意儿？哎呀，好好来吧，应该是个什么？哎，导演是不是应该陪陪我们这组演员？你们俩，你说第二遍替身，没事没事，第二遍还有替身，完了，我代表敏正老师的角色，好，就完了，讲上这块了吧？所以我应该是一什么状态呢？你自己想啊，当时咱们不是也讨论了3天3夜吗？啊，对啊，
三夜谁通知我呀？这是，其实他有不同的，像你这个角色他有不同时空的一个出现，一个是当下几个人开这个这个剧本会的这样一个时空，另外一个其实你也是在那一页事情发生的那一页的时空也是出现的，所以说这两个时空你都要把它中间还会有一定的一个联系啊。但是我也跑不好，不能太说我也剧透了哈。我觉得对，你觉得我详细真的，对，你觉得演戏难吗？老秦，演戏很好玩、大家也都特别关心这个子墨导演有没有给你安排感情戏在这部影片当中。有一点你们到时候看你们就知道了吗？行，然后到时候大家看我们的扬名立外，看看老秦的这个感情戏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送给我们本玉老师的，本玉老师其实也是我们电影扬名立万的这个编剧之一，可以说您从开始就拿着剧本的人了哈。在影片当中您的角色也是守护着什么样的一个秘密呢？能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吗？我知道他们所有其他人的秘密，就是这个宅子里边发生了一个凶杀案，他们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场谋杀，他们每个人都是坏人，比如陆子野，刚才他说他不能那个剧透，他说不了，他是最大的那个坏蛋。这就是我掌握的。好，谢谢，你看，谢谢我们本玉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哈。我听着怎么耳这么耳熟呢？这么耳熟的，开始推演了是吧、？OK， 好，今天其实拍错了。我拍错了，他拿的剧本跟咱也不一样。你也杀里边了，记得吗？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柯达也是风尘仆仆的从这个工作的地方来到我们审问里的现场，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你这个角色有什么秘密吗？我是最没有秘密的人啊。那哎，我藏了一个大秘密，我要告诉你。听完人就谢谢。其实这次柯达在我们的电影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戏哈，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很多看到你的这个戏都说你是男版小龙女，什么东西啊？还有导演呢？啊，你的秘密？对，导演的秘密是什么？那我不能说。那能让你们知道吗？对啊，那心里肯定藏着点小九九。突然好娇羞。OK， 其实这一轮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达人啊，也跟大家做一个连线。我们来看一下，一会儿谁将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准备好了吗？好了。好，科莫老师来。科莫。好像你们小龙女是王祖蓝那边。来，我们来邀请一下。第一个，好，哎呦，分享了。啊，邀请了，好吧？好。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抢票的环节啊，大家可以持续的留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会有第二轮的福利会带给大家。大家有什么？很多朋友说让老秦坐直了，然后坐直，他不是坐直，他这个儿高，他坐直了后边就第二排就看不到，就看不到导演了。OK 啊，其实老秦有很多的喜欢你的朋友都特别期待这次的大海这个表演，所以说这个对于你来说算是压力吗？其实会有了，因为我自己也比较期待，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最后会呈现出什么一个样子。我自己也是第一回看嘛，然后还是挺紧张的，其实。所以说，子墨导演能评价一下这次老秦的表现吗？因为在整个主创当中，只有他是第一次演电影。所以他是特别认真的，他是真的是很认真的人。这个时候大点声，你知道吗？大点声。秦霄贤就那个认真劲儿啊，不像真话似的，听着没有，霄霄真的是很认真的，他是就是从我们一开始前面聊角色，再到现场去跟就是这些演员们去交流什么，就能看出他是非常认真的人。而且你想连在厕所里的时间都不放过，这 对吧？这牺牲身体去用功啊，这对啊。我牺牲了什么？别问我，
OK， 对，好，我们再试着再来邀请一下。要不我们先玩游戏也行，先玩游戏，你这边邀请着。拒绝了没有，因为那边也在直播，也在帮我们在实时的在宣传我们的扬名立万，所以说可能这个到时候得一会儿我们先玩游戏吧，好不好？我们先玩游戏，先玩游戏，然后试着再连线。好，我们这轮的游戏也特别的简单。有人有人，好，这轮游戏呢需要屏都黑了，你在自个在这说呢是吧？啊，有，对，这轮游戏我们需要两个帮手，第一个帮手就是我们的导演，好不好？导演来当我们的这个帮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再次把我们的尹正邀请回我们的直播间。儿呢？我小大人，正着呢，解决一些个人。聊戏去了，聊戏去，聊戏去。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道具，来把那个道具给到我们的导演。导演。到一个泄私愤的一个环节了，是十斤了吧？我们啊，佳佳，好，来，那有请佳佳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是这样的，我这个呢需要我们的子墨导演站起来，跟佳佳都站到第三排。哦，嗯，还有第三，对，对，对，然后呢，把磁卡给到我们佳佳的手上。佳佳，你的磁卡是不能够给前面四位去看的，然后呢，你可以展示给观众朋友去看，所以说前面的四位是不能看回头的，不能回头的。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范围，然后你们就说这个范围里的词，你们能想到的词，但凡说中了，就导演就可以，看谁倒霉呗。对，行使导演的权利了啊。对，要是不说话呢？不行，必须得说。打掉好，尽职尽责啊。OK， 好，好，第一个词，咱们戏里的男演员，请你们依次来作答。首先是文玉老师，刘德华，不是，得是我。天天玩意，说点正经话。我们剧里的男演员啊，必须要对，真实参演的，嗯。电影都想说自己吧，对，咱们电影里的，对，快问快答啊，来，快问快答，走，文玉老师啊，我呀、啊、袁磊，不是对，你要哎、导演你知道是哪个词吗？啊，我要确认一下，子墨导演你知道是哪个词是正确，中雷是吧？好，来柯达，大型翻车现场，柯达，本剧的本电影的男导演，男演员，男导演，男演员，男演员，嗯，你是在透题吗？刚刚啊，不是，哎，我都举了一个，你们快一点，都想不起来，这现场有很多啊，有一个曾经，这个应该是不会踩雷，他就抢，大家都不认识，好，来，接下来，明浩老师，科长，好，过关，放心。过关了，嗯，没中雷。哦，大海，哦、是个雷呀、啊。对，那是个雷啊。大海是谁呀、啊？大海是谁呀、啊？啊，这个剧大海是谁呀、啊？就是你海涛峰吧？啊，对对对，啊，不是雷，男演员的名字，不是角色的名字。咋说呀？嗯，来，你再给啊，秦霄贤，好，没中，来继续。哦，继续，不是这轮就结束了。对对对，来，直到中就必须得有人挨大龙，对，是吧？那叫那什么名字？来，接下来我来缩小一下范围，在海报上的名字，来，本韵老师，这个岑明浩，他在海报上有，好，对，岑明浩老师，这个疑问，我要确认一下，来，柯达，搞得跟我们骗你、啊，柯达，张本煜，好，过关，明浩老师，于文泰，过关。来，老秦，还有谁？这还剩谁了？哇，我觉得他们有可能知道，真的，只不过就挖坑了呗。那就赶上谁算谁了。对，来，尹正，来，好，恭喜你对了啊！四个名目，你怎么不说邓家佳呢？男演员呢？啊，好。来，这太过。接下来第二个，来，大家不要看，接下来第二个词，来，
佳佳来给我们做一个他的提示吧，去下边那个那行字，来你跟我们说吧。电影行业的职位。好，电影行业的职位，来，本玉。常务。常务过关，柯达。场记。过关。宁航老师。编剧。过关，老秦。导演。我有点不舍得打你。三二一，明白了。该来了，早晚是要来的。道理中两把了，中两把了，这个机会。作弊了吧？证明。我偷提实际，肯定去白买了，求来的。好，第三个，好，请佳佳来说一下她的提示。还有道具可以说啊，就是啊。嗯。就是你在这个双十一最想拥有的，好，最想拥有的，先倒了，好，先从老秦说吧，电影票，为什么？赢不了还输不起，对不对？我现在不敢打你了，真的没，我也不敢打你了，游游戏黑。这个真没看，真跟大家说一下，应该真没看，这还真没看，真的是，哇，厉害厉害，玩的都没劲了，还能连，还能连吗？还要连吗？没有想到，中国的李光洙，可以不连。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佳佳，给你了，快来快来，来来来，给你给你，这样，你错过了。这样让那个，要不让尹正拿大锤？可以可以，尹正拿大锤，然后那个再加加加再选一个词，尹正就是加加选的那个词是雷，谁？那个简直是我想半就打老秦，老秦这个你必中，你相信吗？不能，你必中。好，这个、来，加加可以先给尹先给尹正看一下那个雷。不用那个啊，好，这个他一定中。好的，老秦，你听明白了哈，这个题就是出给你的。今年最推荐的电影是？今年最推荐的电影是？老秦，你今年最推荐的电影是？不想说。啊！这个打挨得值。杨明立万。哇！OK OK OK， 好好好好，这个打老秦的游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快点连线吧，连线吧，该上链接，对，我们链接抢票吧，好吧，链接抢票吧，这个环节跳过了，链接抢票，链接抢票，来来，我就是老秦，来，都打白了，好，来。对对对，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的右下角的链接都是没有开始，没有开始。然后呢，有请我们的主创来五秒钟，然后我们就开启我们第二轮的抢票，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倒计时，五，你不要那个，五，四，三，二，一，好，来，对，抢票啦，来，我们已经开始了。一毛钱预付19.9的购票权益，大家抓紧时间抢起来啊！对，然后10块钱的立减券我们要抢起来，每档各有3000张，这个3000张呢是在11月11号到14号的场次就可以用，前面的是只要不高于50块钱的就可以用，后面的是任何场次票价可以立减10块钱，从今天开始到14号都是有效的，好吗？14号之后就没有了。接下来下面的想看帮我们来点一点，好不好？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抢光了，啊，又抢光了，抢光了。我两张。这样 ，OK， 来。有个建议，再打秦霄一下，我们再来一把这。打一下就赢100亿。请主创们留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请上来，好不好？来来来来，今天是什么福利呢？来，挺服气的。头一回输了这么开心，来，我们对，我们集中一点，我们就集中一点，集中一点，集中一点，集中一点。坐前头，你坐前头。我在前面待。对，没毛病。第二，坐，没毛病。是这样的，这样我们就后面先坐着就行了。我们这个环节是挺特别的，就是每一位主创走到这个前面，面对着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电影。
就依次的走过来。哦，对，所以说谁先来？谁先来？随时都可以开始。好，今年。可以的哦，最期待的电影，好吧，包括这几个货啊，不是什么什么，包括这些人，对吧？你看到了，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买它。好，谢谢佳佳。接下来谁呢？我来吧，于老师。这个电影呢，用四个字来形容它的味道，嗯，麻辣鲜香。好，说完了。麻辣香香。我们细细品尝啊，来，接下来是谁？谁来？好，浩宇老师。我们是一个喜剧。你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你就笑了。哇，好多层次啊！接下来，你好，谁来？想看即将吐血吗？来看扬名立万吧。我觉得到不了那天，一会儿就吐。太吓人了。好，来，明浩老师，来。对，那个这里有很多特别奇妙的。比如有尹正胖的时候的样子，特别吸引人，有很多性感的表演，还有很导演的电影的梦魅力都在这里面。我们电影院见，好，不见不散。来，本玉老师，扬名立万，好看就完了，看好。来，最后柯达，好，谢谢，五人加油。我在电影院等你啊。都有了吧？好，来，没有老秦，老秦到二，然后导演最后。想看我吐血吗？快来看扬名立万吧！好，来，最后我们的导演。哎，啊，那导演从下面就缓缓的站起来。那我模仿尹正老师来一个，大哥，看看我，卖票卖出好结果。来，最后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家一起喊一下扬名立万双十一，观众就差一个你，好不好？好，来，扬名立万双十一，观众就差一个你，三二一，扬名立万双十一，观众就差一个你。哇，扬名立万票房大卖，大家抓紧时间看起来。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主创，谢谢。好，辛苦了，谢谢。OK， 谢谢各位。那如果呢，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大家还想查看我们的这个抢到的优惠券，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我们的猫眼电影程序，然后呢就可以对，然后打开我们的小程序，在我们的优惠券当中，我的券当中就可以找到了，好吗？谢谢大家的守候，我们。